夜幕终于升，我们没烦恼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张孝全跟杨佑宁竟然在带动上？不是啦，张孝全、杨佑宁、林美秀等人出席电影宣传，戏里张孝全可是带着全村的人一起跳，站在现场。冬天还好有棉被，我们还好有天柜。枪怎么枪怎么枪怎么枪？没有天柜怎么办？而分享拍戏经验，我们男神张孝全竟然说才开拍就受伤了。第一天就受伤，下雨啊，那是林黛玉的，太弱了，就风吹一下我就突然受伤。哎呦喂呀，其实还好，因为不是很严重，就是当下有点痛。OK， 数学系他在现场真的是过动 ，A B C D。是虽然戏场上是过冬了，但在这里好像有点害羞耶。爱就不敢太早醒，你的照片，你的照片，我的回忆，我的回忆，觉得偶像包袱太重啦。台北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